好，同学，我其实只是帮你们把这个文做一个表格归纳啊，这样比较好看哈。比方说，我们一面看这个文，他说可以分为三种，这个三门当中啊，三分当中有四门，你看这个三分，啊，分四门是哪四门？曰缘、曰缘就实啊，你看这个文里面哈，曰缘第一个曰缘分啊，再来曰缘就实。上段的导数第一二三四第五行，对不对啊？曰缘就实，然后呢，再来是体相用啊，体相用，那个最后一行三体相用也有三分，最后一个叫对果啊。那么呢，每一个各分为三啊，对不起，哦对对，各分为啊三分啊。好，四门啊，1、1、2、3、4，那么每一个都有三啊，四个门，那三分，第一个叫做不善五音，不善五音是佛性集成外凡五音，你简单解就是外凡五音，善五音就是圣人五音，佛五音就是佛国五音，那在这个角度讲，五音的音就是佛性，啊，五音是指佛性，再来呢？曰那个啥，曰缘就实分两个，曰缘来说，曰染性是性在生死，曰净性是性在涅槃，就实哈、啊、实性来讲，对不对？不在那个随缘变化啊，就实性来讲，非染非净，所以性外无缘，不跟缘有关系，是古今一味。所以这样有几个，一二三有没有？一二三有没有？好 ，OK， 都三个。体相用呢？体大相大用大，要跟各位说明的，这个引用是什么经？这个引用是涅槃经，这个引用是圣曼经。所以我们看出这个如净影慧眼的那个这个学问哈、哦，这个是涅槃经的系统，涅槃系统，这个是什么？圣曼啊，圣曼经，圣命的圣。这个呢，体大相大用大，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起心论啊，这起心论系统，他讲这个体大相大用大，体大是真如性，是体大，相大是真如性当中具有功德性，真如中具有功德性叫相大，用大是真如心中真心中备起法界的染净之用，染也从他这里来，净也从他这里来，起两种作用，起熏染哈、啊，熏染物的作用，也起什么？净啊，清净的作用，所以又几个？是不是又三个啊？又是三个啊。那么最后这个对果又分三个，法佛性、报佛性、应佛性，这分明就是三身嘛，佛的三身观，对吧？法身、报身、应身啊，应身里面分一个法应跟报应啊。法应是指普门示现，是性本，性本有法体。这是随物意识，随着东西，随着万法，有不同的视线啊，不同的表现。那么是性本如法体啊，这是性本有法体。OK， 法印，也就是说法是什么呀？法是那个体性嘛，是那个自性，是那个实性啊，是那个理性，都是同样名字。我先念了一串，法性、理性、实性，都是同一个意思啊。OK。就是性本无法体，我们先把它弄这样子，再跟各位同学怎么样一一说明啊。好，这里有没有抄好了吗？啊，慢慢，我把它表格，其实这是他讲的这个哦，所以这有一个方式，各位同学以后读这个藏经啊，因为他们常常科判，分大一、大二、大三，一里面又分一二三啊，一二三里面的一又分一二三，有没有一二三四啊？那你就像这个，所以其实在佛门的训练呢、啊、出家人都会教我们做科判，科判知道吗？啊，科那个表哈、哦、哎，就这样画起来就很清楚了，否则你会被他的一二三搞到什么啊，糊里糊涂的啊。他不像我们写论文，我们论文也，所以他是很论文格式，第一章第一节有没有，第一节里面的一二三，一二三里面的在小一小二小三的，所以你会看出他那个组织 organize 那个 organization 是很清楚的。所以读佛书读多了，像浆糊一样的头脑会不会清晰起来？嗯，所以你就会写论文了哦，会写论文。好，这个抄我们来看啊，他说来看这里的
473页，我给你们的讲义里面哈，你们西来大学同学不知道哈，你们有没有讲义给你们啊？他说，你看，他说约三有哈，第二个是约这个三分啊，三分有分四门，一个约缘分，如涅槃说，涅槃经讲的，第一个不善五蕴，那个五蕴就是构成我们生命的五个要素，叫做色受想行识啊，色受想行识啊。刚刚怎么说？不要。但说构成我们人的有一个有五种因素，叫五阴或叫五运啊。心经不是叫照见五运皆空吗？啊，所以人是从这个五运啊，色受想行识，也可以称五运啊，或叫五阴。那个色我们平常说它是呢，简单规划的，也不是只有这么简单啊。地水火风啊，坚硬性地大，像骨头啦，水大潮湿性啊。潮湿性的，像我们的鼻涕啦、痰啦、血液啊、淋巴腺啊等等。火大就是我们的体温哈，它是一个温暖性；风大流动性，我们的呼吸啊。那时候我们常讲说四大不调啊，哈，四大啊，四大皆空。所以像要死亡的，濒临死亡经验的人，第几大先外，第几大先外的啊？有的人就觉得说那个啥，那个濒临死亡的，像那个。人快要死亡那一刹那，真的在他旁边说话哦，那个说话的那个气呀、啊，就真的很大声，风大哈、哦，哎，然后那个就好像那个山崩地裂，哗啦哗啦的那种感觉。我就不要讲这种平的时候，我们人做贪吃睡的时候，或者是你在那个打坐的时候哈、哦，一点声音是很大声，然后你稍微动它，那个等于骨架都要散掉，四大那个崩散的时候哈、哦，真的很痛哈、哦。色受想，所以前面我们一般归纳它是物质，受想其实是精神层面哈，所以你很难讲我们的人是唯心或是唯物，是不是啊？应该是心物合一。所以说这个不善五蕴是我们的，我们凡夫是不是也是有这个五蕴支架着，所以我们才有这个色身嘛哈。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凡夫的外凡哈。那么第二个呢是圣人哦，包括三贤位那些哈、哦，比方说像这个四国的这些人哈、哦，三贤位啊哈、哦，哎，好，所以四凡六凡四圣的哈、哦，那么这个圣人是还没是佛以前的，还有一个佛五蕴哈、哦，佛国五蕴哈、哦，所以也就是说，所谓佛五蕴是这个。佛果无蕴是这个什么菩萨在因为他修成佛之后的所得到的那个功德的无蕴哈，那前面这两后面这两个是一个无漏的啊，前面那是什么是有漏的哈，有漏，所以也就是说那这个佛的有人就问了，那佛的佛果无蕴是佛果的跟前面的善因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看这个文，它三个，第一叫什么不善无蕴，第二善无蕴，第三佛果无蕴。不善无因是佛性集成外凡无因，所以因就是性，就好像如动是水，敢为比喻是吧？啊，如动是水，好像那个水冻僵了，水变成固体，所以我们众生的五因是我们的水，我们本来有个五因是像水那样，对不对？啊，佛国的五因是水来讲的话，那我们是那个冻僵的
水，好吗？哈、哦，如洞哈、哦，就那个洞江的水一样哈、哦。好，他说这个生死二法是如来藏，言善因者，第二个善因是佛性集成三乘圣人无漏的五因啊、哦，因也是性。所以言这个佛果，佛果的是佛性集成佛果五因，因也是性。如汤是水，啊，如什么？那个金川啊，金川是哈、啊、是金啊。好，他是讲这三个五因啊。再来呢，耶这个缘就是第一个是染性，第二净性，第三个是非染非性。性在生死，名为染性啊。如果说性在涅槃，就叫什么？啊，就叫做理什么性呢、啊？叫做净性啊，那么这是约言。第二个就实相来实论来讲，性外无言啊，可随变动，以不变故，古今无为，所以名为非染性净啊。再来分体相用与分，马明说这就是起性论说。那么分什么体大，真如性是体大，相大，真如中具有恒沙功德用大哦，就是我刚才这就起性论的话嘛，一模一样。这三个呢是后八识当中哈、哦、具别，再来第四个对果论，法佛性、报佛性、因佛性、法报两性啊。这个因佛性有两个，一个是法因以德现化法门力啊，普门示现地者地上的大；第二个报应以大悲大愿力随物事。什么叫随物？依大悲大愿力，随着众生的根性干嘛？用普门品讲很简单，就是什么因以何身得度者，就现什么何身而说法。你怎么跟佛教接近？因为佛教的素菜好吃，因以吃素菜得度者，就去吃素菜啊，就得度了啊。所以这个呢，这个是不是随机应化的啊？所以那个叫什么报啊？那么法印啊，所以随物意识啊。法印加行，本有法体，如来藏中现象其法门是其体。报印加章，报印加本无法体，唯有方便可生之，有没有？就是这个，就是方便可生哈、哦，这是什么？他自己啊、哦，自己有的。OK， 那么他讲，这里面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下面这个话，他说一禅体有善根人无。第二，涅槃经讲叫做一禅体的人有啊。一禅体的人有什么东西啊？哦，他这里就分，我们先把它念好了，好不好？第二个是什么？善根人有，再来再分什么？这个是再来是四门的、啊、哦，分四门的，四门怎么分呢？是有没有佛性的问题啊？有无佛性的问题，这是他蛮那个，所以。谈到一禅体有没有佛性的问题，哈，落实到这个地方来，哈，好，就说一禅体有没有佛性，哈，这个问题，好，现在第四个叫做什么？几分呐、啊？像几这个几分？这个三分四门，哈，我们再来看四分呢？四分又怎么分呢？四分有二门，哈，所谓的四门在哪里？这叫什么？一二三四，这叫什么？分三分有没有啊、哦？三分分什么？四门。好，我们再来看四分啊，分几门呢？啊、哦，因为它这个很长，所以我倒过来用横的写，好不好？哈，我要用横的写，你们自己用竖的写，哈。
好，有一点复杂哈。好，有一点复杂，我念一下这个：四门四分开二门，开二门各有四分。好，我们看这个文里面告诉我们的哈。第一个是叫一禅体有善根人，是所谓凡夫不善因，刚才不是有个凡夫的不善因嘛，对不对啊、哦？那是真妄所及的，真加妄啊，有真心妄心加起来的，所以有一个叫真心所作，一个是妄心所作，这是圣曼经说的。第二大类是善根人有一禅体没有，是这个地上善因啊、哦。地上什么叫地上？登地以上。就实地初地菩萨以上嘛，你不要以为是那个地上都有站在地上嘛，哈、哦，这佛教的名词就实地初地以上啊，登地啊、哦，已经在做菩萨道啊、哦，登地啊、哦，一般登地就指这个初地以上啊、哦，因为他们地论宗嘛，地论宗不是讲那个成就实地菩萨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地上啊、哦，地上善因。是他这个善因未圆满，就等于十三十四的月亮。好，二人具有是佛果因，指佛果是圆满啊，他圆满的是只有佛有。那这两个都是无漏法，叫真心所作，这是实地经说的，他引用实地经的思想。再来，二人具有，所以二人是谁呀、啊？善根人跟一禅体啊，一禅体都有的，就指那个底性，或叫实性。或叫法性啊，都是同一个。说实处无缘，不跟缘，啊，不跟缘结合的真体一位，这是第一个二四分法。第二个四分法是站在因果，第一个因性，指生死十二因缘法，实地经所说。第二个因因性，指大涅槃如来藏啊，如来藏性，在因果性啊，嗯，有没有写错？因果性，对，因果性是什么东西啊？是方便有所行得，是观察十二因缘的智慧。观智是观谁的智？观十二因缘的智慧还没有圆满为因，还没有圆满的时候叫因。圆满的时候叫什么果？这观智是观什么智？观十二因缘智，啊。透过对十二因缘的彻底体悟的那个智慧叫什么观智？简称叫观智，啊。这个就是说了解十二因缘，对十二因缘的体认。很透彻的那个叫什么？那时候叫果，所以叫做满足为果。还不透彻的那个状况叫做因。最后呢，非因非果性，如实法性，它只在它最主要意义在通染尽啊，而非因果。换句话说，无漏法，无漏法真理是因果，是因是果吗？是超越因果啊，既非因啊。也非果啊、哦！好，这是我帮各位同学把这个，把它怎么样做一个哈、哦，做一个图表的归纳。